前面改了耶，哈哈。我们还是先拍卖行好了啦。我觉得我们如果从我们还是对啊，地狱使徒，我就从这边讲比较好，因为我们如果从排行榜的话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很没有新鲜感啊。先从这边讲啊，地狱使徒之炉。地狱使徒之炉，那个是炉吗？它是个炉再接个业，应该是啊。绑腿，那我们自己可以挂牌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毋是讲我爱拍竞技场，我也是拍好啊，因为哦，因为我拍至少有一个排行榜出来。所以我拍好啊啦，哦，拢无排行榜嘛是无聊啊吼。意思是讲有一个分数伫遐就对啊，嘛是会使。诶，啊，怎么简单啊？可是也太简单了吧，这样很无聊哎。哦，一下逃进去，那可以啊，有一个排行榜，我觉得也不是蛮好玩的嘛。随便啊，随便啊，你开心就好。甲虫，甲虫哥。对，我那时候就跟你们说它可以挂包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跟你们说，有啊，你知道他多猛基本上几点了？哦，随便搞人家这么巧啊！